大家好，这里是杜华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大家可以帮忙订阅哦。那这场球我们来讲威尔士对英格兰，英格兰已经几乎锁定胜局，一只脚踏进了16强啊。为了取得一个更好的位置，这场球他还是会全力去打的。那对于威尔士来讲呢，上一场对阵伊朗的比赛当中呢，临到结束的时间，0-2输给了伊朗。把自己陷入了绝境当中啊！如果要晋级的话，威尔士要做的事情就是大比分领先英格兰，并且伊朗跟美国要打平，所以呢难度相当的大，几乎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么虽然是这样子，但两队的这个对打呢也是会非常激烈，因为威尔士也要去尽全力去打。那么我们的猜测是，上半场这场球也是可以买0-0的，因为大概率嘛，不是绝对的啊，碰一下运气，上半场0-0。那全场的话，我们的推荐是2-0或者是3-0，英格兰胜。